松开手，求来吧，凡事事你最怕了吧，寻找终点是来吧，你确认你找到了吗，人生的改变来吧，让存在释怀，你不需是他，谁要这似千红地开花了吧，寻找终点线来吧，地方天缘有各种分差，人生的改变来吧，用全场中环地找到了吧，谁要这地球红花，地方花有四十几张飞啊！今晚系 Kenchi 咧，嗌啊嗌嗌嚟听下先。你支持边个啊？今晚阿姐 ，Hedy 你有灯牌咯。衷心。多謝大家，代表全個 JM Music 嘅團隊，多謝大家嚟到我哋三週年音樂會三時一刻嘅現場，多謝你哋。轉眼就三年啦，在場有好多由三年前開始望住我哋呢一班黃毛小子，初出茅廬嘅人。踏上一個音樂的旅途，去到今日三時一刻，是一個我自己認為一個很重要的日子，因為在這三年裡面，我們經歷過很多很多很多的事，亦都學懂了很多的事，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三年，我相信不單止在場的，還有很多很多想支持我們，但是可能今晚不得閒，或者是座位不夠的朋友真的來不到，因為我們今晚是 Full House 的。講個小秘密給大家聽，我幾驚我買白頭飛啊，這裡只有216個位而已，我真的不夠飛買的。衷心多謝你們，因為你們成就了這個團隊和那麼多個夥伴一起的努力，見證著我們三時一刻，衷心多謝你們。在這裡首先作少少的溫馨提示先，因為九點通理就會關門了，大家一會離開就在那邊離開，好不好？是的，到時再告訴大家。今晚是一個總結，亦都是一個旅程的啟航。
開頭 opening 送俾大家，接住落嚟會我哋每一位歌手逐一逐一登場，為大家演繹嘅歌曲。第一首歌，第一位 vocal， 見證住 JL Music 嘅開始，亦都係我哋第一隻歌曲原創嘅歌曲，希望你哋會鍾意。